真正是几工的。许世维这个流氓仔到底要录到什么时阵才肯放我煞？鬼才要开去模特？我的人，我的心，拢是圣贤哥的，才无愿意搁甲伊有任何的交叉。老婆，先快，你回心转意啊？不是啦，你看对面那个查某。你拢提报伊个哦，伊也无你水哦，我看伊要创啥？就是伊害我去给人洗头路的，你去甲解释一下，替我出一口气。若无我这个心肝头真正感觉足压榨的，白白给人欺负，拢无人替我出头呢。无问题，老公这么毕业啊，随时拢会使伫你的身躯边甲你保护，我才阁看相，这样你阿爸爸会使甲你欺负，看老公表现。喂，听讲你真白目啊，竟然抢走阮某主播的工课，无你是用什么傲步，把阮某的位置抢走的？我哪有抢什么主播的工课？我知影，你是不是在讲迄个七点十点拢无，要唔过刚生一支嘴，规工红绿绿的气象主播廖萌斯哈？我今麦是咧讲啥啦？阮家的小萌萌是足牛的啦，我逐个下人拢爱看伊的气象报告，才有法度困啦。小萌萌哦，你是伊的脑粉哦，真高兴。我跟你讲啦，伊去用石头路，跟我无关系啦。你也要算数哦，去找伊的主管，莫来找我。是相公，你会使走的，你给我等下。喂，你先出去，你竟然敢插电，你是有够过分的呢！相公，你也当插我？你靠在我肩甲头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是蜜兔哦。是白目，无甲你教示一下，你学袂乖哦。你不做咩？你干嘛啦？放啊！鬼人！你先抽查。啊！鬼人！啊！相啊！圣贤哥，伊哪会当到吴志宇哥哥滴？伊明仔载就要跟我订婚安尼，伊哪会当安尼伤我的心啊？刚讲。你想要双脚踏双船，吴信姐，你安怎吧？我无代志啊。这个人拍带拍带，伊是廖萌芝的脑粉呢，有滴廖萌芝要来找我麻烦。廖萌芝？嗯。喂，我可劝你莫管伤济啦，这是我甲这个爸母两个之间的代志。伊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我警告你。最好是赶紧离开，若要到我报警，出入出告你，你麻烦就唔那是安尼尔。当作你袂惊的。我甲你讲，最好是莫阁欺负蒙子，我若要后一刻拄到，我绝对会放你上。哦，无代无招，拄到一个要蒙子的脑粉，这样有够衰。我看以后我袂当离你伤远，那无我真啊袂放心。嗯，你安尼讲，我真啊伤合啊。放心啦，我会晓保护我家己啦。你敢知影？拄只哦，伊拢无遮尔外扮演的，等到我给他过来，行啦。迄敢毋是廖萌芝？伊甲这个查甫的是啥物关系啊？老婆，歹势啦，不是我无够懒啦，是迄个查某雄雄走出来一个客兄，我无想要把代志闹大。我也无怪你，你唔免解释遮尔济啦。而且是我挑故意放警笛声，替你解围的，咖啡你才拄出来着遮代志。行啦，咱先倒来找再搁讲。客伯，我出来啊！客伯，我总算是出来啊！你一定就是我的。
四位啊，来来来，来加坐加坐。进前哦，特别有讲，等你出来了，你就来我身躯边斗三工，我拢已经安排好势啊。刷落来哦，拢是好地址。多谢客伯为我所做的一切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一个重大的消息要宣布。我因为洪孟之委屈等五年啊，我无想要搁耽误着伊，所以我一出来，我就马上要找伊入门。这下好笑啊！一个新娘两爿娶，啊，唔得一三五不嫁，二四六都嫁，啊，星期天。啊，是轮休还是轮班？我你讲这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啊，你还阁唔知影哦？啊，明仔载孟之就要甲母家订婚了呢。我明仔载是要替母家主持订婚典礼。今仔日我伫咧敬礼会的时阵，甲你讲过啊。啊，所以讲你已经去敬礼会啊？你真正是无够意思呢，搁去安怎讲？我嘛是你的师大，我嘛是爱坐大位的呢。啊，你是安怎今仔日无爱顺耍，带我去敬礼吼？无啦。啊，你是安怎要坐大位啊？那是我啦，连你客辈嘛是呢。啊，就因为阮是母家邀请的人客啦，啊，因代念万党的身份，所以予阮坐大位啊。咁真正是安尼？对啦对啦，啊，既然你已经转来啊，啊，明仔载要跟阮做伙去无？啊，顺便会当看孟之要安怎表现啊？我是去做工课，是有啥物好看啊？四位，咱卖伫咧遮听伊连笑话吼，你紧去洗身躯啦，把你身躯顶的水温拢洗好掉。无啦，啊你偷偷才陪我去洗一个三温暖，啊是啊，都我过去洗一届啊。哇，廖孟之哦，你真正是足牛的呢，你明仔载都要入母家的大门啊，今仔日谁都甲你的青梅竹马做伙鸳鸯浴哦。你真正是乌跳舞的啦，唔那是筋软，而且佫劈腿劈很大哦。四位啊，这个是过来的人啊，我跟你讲，伫咧外口洗三温暖哦，迄不准算啊。回来厝了后，爱重新整新一摆，安尼才有算重新开始，知无？所以今嘛，给你洗，给你洗啊。哦。那呢，我就先来洗身躯啊。孟子，今麦我已经回来了，你已经不是一个人。真好真好，恁两个拢已经五年无看呀，今麦感情阁遮尼好，特别哦，看了是足欢喜，也足感动的。所以客伯决定会送恁去泰国佚佗，我已经替恁订好上顶级的五星级米啦，让恁好好享受一下。真正假的啊？啊那呢？这敢啥算是蜜月旅行？多谢客伯，今天为我设想，我跟孟子哦，一定好好享受的。无你卡，顺便可以再拼一个小四位，还佮有小孟子。好客伯，你做阿公。啊，对啊，啊孟之不是讲明仔载要去主持母家什么订婚典礼，啊，伊安尼是毋了跟我做伙出去啊？哈哈哈，啊，这件代志哦，是位啊，客伯跟你讲，我已经替你订好今仔日下暗的机票啊，等下我就派人送你机场。啊孟之哦，
等你明仔载工课做了，伊就过去甲你会合。今仔下暗就要出发啦，敢有需要这么着急？我会使等孟子明仔载工课结束了，甲伊做伙去啊。哎呦，明仔载工课对我来讲足重要诶，因暗我要专心做功课。你伫咧家，你会影响到我啦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定定伫你边仔陪你，我袂甲你吵。啊，你伫咧家就是会互我压力啊！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有多高，若是我的工作有任何事情，你敢不应该负责？对啦，四位啊，飞弟你都已经等五年了，没差这几点钟啊。你想看看，明天你就跟蒙子会用24点钟连做伙啊，你就让他今天下暗好好做功课嘛。你当作你是生意探路，这样明天你才知道带蒙子去哪里去投啊。好，那呢，我就叫客人安排，等下就出发。哎、欸，这敢不是徐世伟？这个无看呢。王依林，你当时出来啊？早你几工尔啦？啊，既然拢毕业啊，不是应该互相恭喜一下？哎、欸，徐世伟，我会记你的心情还袂满呢，那你怎会早就出来？头早吼，我假释啦。我跟你警告哦，你莫逼我动手哦，害我搁了代志，搁叫扣入去，我是袂中计的哦。你是咧惊啥啦？咱都已经受到花落制裁，也受到应该有的驾驶啊。过去有怨怨哦，都可以过去啦。以孝悯恩仇。我袂找你麻烦的，安尼就好了。对了，伊孝悯有恩仇，咱大家哦，卖了代志安尼上好了。可再讲哦，我只有可能跟你的前女友廖蒙姿做亲家呢，咱不是应该爱好好相处才对？你讲啥？你跟蒙姿现在是亲家的关系啊？你唔知哦，伊林即摆新婚哦，是百亿小开。莫我别讲啊，我也无要转去母家。笑死人！王依林这班的，那伊是啥物百亿小开啊？我甲你讲啊，依林的亲生爸爸就是武山集团的大少爷武信泰，是依林卖啊。啊，若无母家的人拢伊摸伊的大腿，求伊转去，一定要继承武山集团。我听你咧怎，分家几分钱分哦，嘛是会爆炸，晓无？我孟子明仔载哦，要去武山集团主持订婚典礼啊！我叫伊去问一下哦，拄好就会使哦，突破你这家规啊！你讲啥？你孟子明仔载要去主持武山集团订婚典礼哦？那呢，订婚的男方敢是吴信贤？陈总，小款，会惊哦？那呢，伊敢有甲你讲订婚的女方是啥？既然廖蒙子无讲，等下搞话。嗯，无恁即摆是咧讲啥？蒙子无甲我讲啥？无啊，我也无秘伫你面前卡啊。廖蒙子甲你讲啥，我哪会知啊？唔是啦，你拄则讲，你甲蒙子有啥物亲情的关系？这甲你继承武山集团有啥物关系啊？真正无啦。我无要继承武山集团，嘛无要甲廖蒙子做亲家，这一切拢是误会。快点哦，你已经出来啊，恭喜你呢！啊，怎么这么晚，无叫了哦？哎，不是啦，依林，我是看徐叔什么拢唔知，咱是不是应该？无咱的代志，莫我白讲。嘘，进来进。哎，无啦，王依林、罗赞，你搞话讲清楚啊！奇怪，我伊甲罗志安是着搞，走来遮讲奇奇怪怪的话，啊，讲啥物有信心伊在咧吞吞吐吐，孟子是啥物代志无甲我讲啊？